去。哦，天哪！睡醒就在天翻地覆啊！妈妈早安。陈永杰和妮妮喽，来，等等，陈永杰和妮妮了，对不对？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和妮妮了。那不饿啊？好事多大全，全部都是好事多的。开动，开动。爸爸妈妈昨天煮咖喱的时候剩下来的马铃薯，应该说特地为你留的马铃薯，你先吃马铃薯。豆豆，每次都忘记要跟你用豆豆了，你笨蛋啊！哎呦，你什么脸？哎呦，等一下啊！
吃吗？你之前有吃过呀？慢慢咬啊。慢慢咬啊，慢慢吞啊。丢，奶奶先给你吃红萝卜，这个水分比较多一点，你先吃红萝卜。应该说，你吃一口马铃薯配一口红萝卜，好吃好吃。哇，好好吃哦！有吃到吗？哦，有。吞进去，来，你有吃过红萝卜啊？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哇，都捏碎了，吸哦，你要吸那个汁哦，对不对？好吃，好吃，来，再给你这个马铃薯。好，妈妈剥香蕉给你。妈妈剥香蕉给你啊。马上啊。来，给你。吃香蕉。你小老鼠吃香蕉。好吃吗？妈妈跟你一起吃。嗯嗯嗯，哎呀，这里这里这里，一个完整的，是不是？这样，你要捏爆吗？会捏爆吗？
过啊。你臭臭的，腹部臭臭的。弟弟，咚！哦，来，凉一凉，让秀秀凉一凉。哇，好黏哦，你好黏哦，你身上怎么那么黏啊？哦，你肚子好大啊，好可爱哟、哦。气球，陈永群要喝奶奶了。陈永群又大又要喝奶奶了，等等等等啊，知道知道，哇，你等不及了，迫不及待喽。妈妈要剪一下纱布巾，考验妈妈的技术。中中中中，嗯，好的，学到了。好了，不要再看了，就是妮妮，一样的妮妮。嗯。爸爸泡的妮妮不好喝吗？嗯，为什么要看？是不是？啊，妈妈，嗯，妈妈。等等，喝完就小睡一下，好不好？等等，喝完要午睡喽，对不对？为什么看沙子巾？洗屁屁洗完了，对不对？啊，不擦干啊！好，等等就要睡觉了哈。很棒很棒，这个行程很完美。来，擦干。棒，拍拍手好，棒。拍拍手好，棒。小友群，你要自己玩玩，你自己玩玩一下下。好棒哦，帮小友群拍拍手哦。我们要吃大餐的哦。公主，啊，他们说柳丁跟柠檬给我们吃了。
吃过橘子，对不对？啊，这里没有柳丁，你也还没有吃过柳丁跟柠檬。哦，下一次，好不？真的呀，我也好想看看那位公主。灰姑娘装出非常幻幻的样子说：“嗯，有什么声音？”哇，你看灰姑娘的衣服，第二天晚上灰姑娘穿着比前一晚更豪华的衣服出现在舞会上。哦，好漂亮哦，小泳裙啊！小泳裙，你看看它，有没有很漂亮？嗨，晚安，对不对？跟大家说晚安。永群晚安。好，大家好，哥，我是小金。今天是我们金色汤姆第322集。我刚看完木曜。没想到水蛇汤居然是大家第一名。哎呦，孟哲很屌。我更期待是到换，哎，再来是换六个芋圆做给主持人吃。对，我比较期待说他们六个主持人会做出什么料理。对，是大家期待一下。好了。好的，哎，今天给永群吃了哦，因为昨天做咖喱嘛，有特别留了马铃薯跟红萝卜给永群。然后今天，因为其实红萝卜跟马铃薯，它很久，那一开始吃这种副食品的时候就有吃过了。对，最一开始它就是吃马铃薯，那个时候捏爆嘛。然后，那捏爆是因为蒸太烂吗？我觉得是。然后而且力道可能拿捏的不是很好。所以今天，感觉吃的还 OK， 就是对有肯有吃进去，然后我不知道可能是太小吧，就是太留太少给他了，因为他最近这几次啊吃副食品嘛，吃那种就是蔬菜水果，可能吃不够，对，又或者是我给他比较没有那么大块。然后他吃，觉得好吃，但是已经变得小块，他就吃不到了，所以他在生气。是这样。会这样，然后会啊暴怒，然后抓头，然后那马铃薯就粘在头发上。什么意思？对，可能是他喜欢马铃薯，但是因为我留了两块，但都不大啦。可能他吃，然后但是剩下来的捏烂了。他就不要了，对，他就不要了。然后红萝卜也是小小块的。对，如果要留的话，可能下次要留大块一点，让他慢慢啃，慢慢吃。然后还有给他香蕉，他之前有吃过。看一下，也是蛮之前的，蛮早。对，蛮早的时候给他吃过香蕉，那个时候也是捏爆。然后啊，这一次我是，先给他一半的一半嘛。那蛮大的。对，但是他有吃进去，
但是也是可能太细还是怎样，它就是断掉，它就不吃了。嗯，然后我就想说把剩下来的这样一大根拿给它，这样慢慢啃，它还 OK。对 ，OK。它比较喜欢这样。哦、嗯。对，所以我觉得是它抓东西的能力吗？还没有到进阶到那种，哎，小块它可以自己这样拿起来吃。所以它就是。对，捏着握着、嗯，应该是握着，然后吃外面露出来的部分。哦，嗯，这个是他现在喜欢的大小。对，对，嗯，大概就是这样。然后今天哦，永群的脸好很多，好很多。我觉得好很多，因为、嗯、已经比较没有那么红，然后比较没有那么干，嗯、应该我觉得啦。今天晚上吃了一次药嘛，明天早上应该就可以不用了吗？痊愈了嘛，是不是？没有没有，就是因为现在是早晚吃，嗯，明天开始之后改成晚上吃。哦，就一天吃一次就好了。对对对对对，哦、你觉得呢？可以啊，可以吼，好啊，对啊，明天那就是改成都是晚上睡前再给他吃一次药。嗯嗯，然后今天哦。本来想说开了一罐奶粉，嗯，那留到最后好了。哦，好，想结算是不是？还没。啊，破千店这样随便乱弄是不是？直接念留言是不是？嗯、连留言都跳过，直接结算这样。好，来，金色汤姆我来救，永威哥哥来救。哦。哦，很屌啊！永威哥哥挑战20个，花了45分钟多。哇。对。哇、wow. ，很厉害，对他那时候还急到连 IG 都发了，嗯，他连发2篇哦、喔嗯，第一篇他就说，哎、欸，大家帮忙，现在到金山完站，嗯，对，然后后来补发一篇，现在马上，因为在解任务，对，对，如果有印象的朋友就知道那时候有一个有发现洞，对，来，现在头像是今天是又冰雪，头像早，虽然已经49分钟了，没有人，而且今天木曜日，嘿，他没有发现呢。没有发现晚上，今天大概8:15才上片，哦、oh. ，对，因为那个算图算太久，哦、oh. ，对，就没发现。哇，今日换永威来救，我觉得永威可能也救不了啊，因为不能外出拍摄。嗯，这个就是哦，影片还没有看完，在那边留言，对，而且他把 YT 留言当做 LINE 在留言，你知道吗？嗯，他才留了10个吧，1分29，30公分出现啦。6点起来拍片，我以为今天没有更新，会不会有一天直接8点起来拍 ending？ 8点起来的话就是开直播了， oh. 对，不用拍 ending 了。对，18分15秒警报响喽，快啊！25分14，12小时，不是今天，要说昨天哈，永威哈屌，你看他留了几个？1、2、3、4、5、6、7，连留7个。对。在君城永威不简单哦，差不多的时间直接达成2倍成就，真的很燥啊。对吧？永威哥哥很厉害，不要小看他，嗯，他是大家族，你知道吗？我那时候看他 Facebook 破照片，那种家族聚餐啊，就在家里吃饭那一种，嗯、要摆3张桌子，然后满满的菜，跟他里拜拜。哇哦，那一种的。对，就他们家族聚会，我觉得不是一年一度的哦。过年。不是不是不是，嗯、是那种拜拜，对，可能1个月或2个月那一种，也就大家亲戚这样吃个饭这样，对。就是普通这样，哎，可能1个月1次这样。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很看好他，对，果然没让我失望。太强了。31分4，永威直接突破盲点，明明2个人都在群组，没有。在俊1个小时，对，花了1个小时。再是 Kevin Chong， 哎，不是那个柳丁和橘子，我还真的分不出来。柳丁跟橘子分出来吗？柳丁是直接连皮下去切，然后。剥皮这样吃的，嗯，橘子是剥皮，先剥皮，然后橘子反而没办法切，对不对？没有人居中切的，对，应该说也是有啦，我有看过那种啊，就是一颗嘛，嗯，然后他先切一半，就连皮哦、喔，然后再把它剥开、嗯，你知道连皮，然后所以你一半一半的那个橘子就会皮在上面，啊、怎么讲？就是没有，那没有切啊。哦，对啦，对啊，对啦，也是这样一半一半拿起来吃，对啊，嗯，那比较像柚子吧，对，吃柚子的方法，对对对，有一次还活剥了一颗葡萄柚，很痛苦的硬吃下去，太酸，干葡萄柚很硬，
单吃的话，永威真大魔王后面的健身脚踏车手把看起来好像魔王的脚，我刚好吐在他后面的。台湾的疫情讯息公布还蛮快的，现在就公布会延期，马来西亚还得等到预定结束的日期的前两三天才像挤牙膏一样要说不说的，很多事情提心吊胆的都安排不了，非常麻烦，被逼着放烂。不过看着这个趋势实在不容乐观，除非天降疫苗吧，好想开工，好想出门拍摄。我也是，对。来，再次部长，大魔王花费了比柚子还要多的时间，对，因为他拉了20个订阅，柚子只拉了10个，柚子的一倍。对，如果这样换算下来，柚子是大概30分钟拉10个，对，然后永威是40分钟拉20个，对，跟大家预告一下，后面有一个高手，对，然后也有一个臭手。臭手也，有人讲也有一个，应该是没朋友。对，大家就等着看吧，看到底谁的人缘最差。对，差到我觉得我都差点不想播了，我怕影响到他的那个那叫什么面子啊，我怕影响他的面子面子。这样讲，还是案子是哦，这样哦，听得懂就好。好，来结算。好，今天就是对我怕影响到案子，他以后会不会接不到案子？哦，今天是一罐奶粉加副食品，加副食品。好，所以总共是845。OK， 累计算出来啦，总共是281944。啊。礼拜五，继续防疫。对，今天我是依旧。那我们继续看下去。明天早上8点见，拜拜。继续刷播放清单啊，不要停啊！哎呀，你不讲话。加油！又马上视讯是不是？我又刚洗超澡。什么意思？你这样没有那么搞。你这样观众会以为是上次没有播出的片段，这一次再拿来用。那我是不是该穿个衣服？看你啊，我都 OK 啊。你应该不会害我被黄标吧？怎么了？怎么了？被系统自动侦测一下？应该不会。应该不会。不会，要不这样对，因为那种健身影片不是也这样？对对对。好，蛇哥怎么了？今天又什么局？哦，什么局？屌了！我跟你讲，屌了。好，既然你没有穿衣服，那我就开门见山，单刀直入，让你赶快下班，好不好？来，我跟你讲，今天的主题叫做“金色汤姆谁来救”。没事。你要接什么？金色汤姆谁来救？我想一下哦。我直接跟你讲了，你要说“我来救”。我来救啊！好，我再 Q 一次。OK， 金色汤姆谁来救？我来救。好，好，嘉许你很有勇气。来，我跟你讲怎么救。哦，蛇哥最近订阅差200破1000人，对，但是要赶在最后一个月。好，好，我方法都帮你想好了。来，你来看你的 LINE， 我把。方法传给你，你看一下。好，我看一下，等一下哦。好，你可以念出来，没关系。Hello， 我有位摄影师朋友叫做蛇哥，他有 YT 频道金色汤姆，记录小孩怀孕出生到现在所有花费的日更频道。能帮忙订阅按个赞，能帮忙订阅按个赞吗 ？OK 啊，那要发在哪里？看你要发在哪里都可以。我想前面的人都是挑战10个，就是从现在开始，我的订阅数加10的话，你就可以下班了。对，但是永威对永威格是挑战20个哦，他很刚有看到他发文了哦，你看到他发 IG 了，对不对？哇，那你可能不能发 IG， 因为已经没有用了。
还是你的 IG 跟他是没有重复的，完全不重叠啊，完全不重叠，没关系。好，那你想挑战几个？这个没达成是不会下播的哦。20啊，我也20。哦，你也20个是不是？我也20。好，来，等一下，等一下。哦，我们公平起见，我先帮你看现在的订阅速度是多少。哦，因为刚刚有一个已经发了，他可能发了20个、30个、40个。哦，有些可能还没已读的。那如果从现在开始，哦，如果加进来，是不是你就赚到？哦，来，现在订阅人你的是867，来看一下，我没有骗你哦。啊，你干脆888好了，21个嘛。好，21，888，好不好？888你就下班了。可以。没有问题啊。好，来，我是一开始是说，这样，要我现在发就可以了。啊，不然呢？我不是说你没有完成不会下，你以为是这样打电话来，然后发一发，哦，好，拜拜，谢谢大家啊。啊，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唬烂我？我有手啊，你有没有做事？我有手。哦，你有手，你只要不穿帮的情况下，就算你穿帮，我帮你码掉。等我一下啊。啊，我先复制个网址啊。嗯。还你要转那个？转电脑直播，我可以重播，没关系。对，我全程录影。对。我直接用我的人脉，等我。好，人脉好，等。其实能按的，我都先已经帮你按过了。对，我比较担心的这个。我都推过了。对，你之前我都推过了。所以你现在要让他们知道，你现在有。很及时的要求，就是现在马上，对，你要让他们知道说你是活人，现在有这个请求，才能让你过关。等我啊！我一开始是设定让他们发长辈群组，对，因为我想要也要增加一些长辈群组的观众，对，因为我觉得我的频道非常适合他们。对，你看小孩子现在6个月有没有还不会讲话？然后他们就，然后我是日更，早上8点，怎么？他们大概6、7点起床，然后刷牙洗完去公园运动的时候，然后就可以打开来看，对，每天看一个小孩子的成长，然后看到12月的时候，看到他们会叫阿公阿嬷，这就很屌，是不是？阿公觉得，哎，这个真强。对，所以我觉得长辈群还蛮是我的 target 的。可是我没有长辈群。你也没有长辈群，对，我没有什么长辈群这件事情，这就是那为什么大家都知道长辈图嘞？照理说大家都有接受这个图，很丑啊，都没学。哎，我问你哦，你发了吗？我发了，哦，你已经发了，发在我的个人宣传的很多的 LINE 上面。好，我能说得上话的 LINE 群。好，那我跟你讲，现在。加一了，已经加一了。啊，忘记跟你说，我这边有，我跟你说，麦卡贝有关麦卡贝相关的群组不能发。没有没有，我绝对不会用到那边的人。对对对对对，对，有关麦卡贝的不可以。对，我们要找一些生面孔，对，这样才算。对，不然这样旋转门转来转去，就订阅都是自己人，这样没有用。有、哦、很快哦，说着说着就加一了啊！等我一下，努力中，看一下，会有压力吗？现在已经10:40，其实没压力，是在我手会酸。真的吗？刚刚那个谁啊？刚刚永威哥就很压，他就觉得说，因为他的生活圈大概就是9:40就准备睡觉。或者已经睡着，那就是人的取向问题啊，大家生活圈不一样。对，有他有推你，他说今年应该很 OK 吧，他的应该都很晚睡。对啊，都是一群，我找一下，都一群熬夜到天亮的，是不是 ？F 5一下，现在一定又多一个或两个。对对，真的，为什么你知道？加一了，有人跟我回报说他按了。哦，有人说按了，对对对，加一加一，又加一，现在来到869，还有19个。我拿个水。好，我手有点酸，我思考一下。
跟你讲，这个不用思考，这个思考就慢。我的思考的意思是我还要丢哪里？哦，就不用思考，就全丢啊！除了麦卡贝不丢，其他都全丢。对，这样最快。以我目前的那个测试下啊，大概是三个中一个。三个中一个。对，就是如果你发三个讯息的话，对，大概会有一个中。我来看看啊。哦耶，又加一个。我要一个中一个，我要直接找，一定会按。找一定。不要乱枪打鸟，而且要时间考虑的。没有，我没有时间限制啊。我知道，但还是要做到这件事情。嗯，哦，你又在做蛮多事。你又加一了，很快。我觉得我很厉害，非常有效率，很好，很好。我来看一下，啊，我电脑自己包，因为我不用带嘛，我电脑这边包很多工具武器啊。我 Discord 先打开一下。你现在整个大内阁为什么？等一下，我网络很差。为什么？我房间网络不好，就是连我的手机网络都会很差，死角。我先往上一下，我要穿个衣服。你就照天花板就好了。啊，我你还在打电动啊？没有，我在看鱼缸设计。哦，鱼缸设计。我买了一个新的鱼缸，我在弄。嗯。我看你的电脑在挂网啊，你阿骗。电脑在挂网怎么？打电动啊，不是吗？我啊，哎，是我看错，看错吧？我在看鱼缸设计啊。哦，所以你房间 WiFi 很烂、啊。我房间几乎没有 WiFi， 几乎没有 WiFi， 所以你 WiFi 留，所以现在靠手机跟我弄，靠4G。对，对我4G 吃到饱。哦。可是我家这边的讯号其实也很差，基地台不好。哦，对啊，我真的蛮郁闷。我、哦、所以就只有有线网络，有线网络最强，对不对？对啊，没事啦，没事，真的没事，已经872了，很简单了，很屌哎、欸，就这样不知不觉一直加上去，一直加上去。跟你说，我真的能宣传都宣传过了，我连我的 podcast 都帮你宣传了。867，867，那你现在已经加5了。啊，我这边再帮忙宣传一下。你要可能加个现在马上，我在解任务，对，不然他们可能会以为跟之前一样慢慢来。没有，我丢不同群组。来到872，小四，哦，873了哎，哇，真的是一分钟一个，是不是？没有问题的。哇，那你21分钟就下班了，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OK 了，又有人回我了，很好。我又有人回你了，是不是？我搞定。撒一些游戏的人脉进来，你说撒一些什么人脉进来？我玩游戏经营的人脉啊！我玩游戏经营的人脉，我小看这些东西啊，很可怕，很可观的。游戏群组是不是？对啊，游戏中我至少还是能说得上话的人啊！哎呦，你该不会是会长或副会长之类的？我可是。某个游戏全台湾前三名的，某个现在没在玩。某个游戏圈台湾前三名，你有氪金吗？没有啊，以前的游戏不能氪金啊，是实力。哦，以前的游戏不能氪金，然后到现在还在玩，玩了8年了。玩8年，这个游戏还在，它还没关。台湾的关了，因为去年。你这不能播 ，YT 会被锁。真假的？这个不能，这真的不能讲。他会自动，
他会自动侦测你讲什么内容，然后把你锁起来。这个不太能说啊。好吧，那就算了，还是不要说、哦。我怕你会出事啊。嗯。对啊，等我一下。你再 F 5一下，我再 F 5一下，那么有信心？应该有啦，应该有一两个。哎、欸，没有哎、欸，嘉玲哎，嘉玲吗？干。哎、欸，可是有威格刚密我说，哎、欸啊，应该有多加五六个了吧？结果算到你这边来。没关系啦，都可以用啦。跟他讲一下，还是你刚刚以为我帮你按加一的，就都没有，那个都是永威哥哥的。那我就只能说我被骗了，那我啊，对不对？对，真心换绝情啊！真心换绝情、啊，真心照明月啊！你拿明月照大便啊！真的是啊！哇，还是一样873呢。我看一下，谁可以点？每个都回我说点了，等一下。放屁！你来。对啊。我跟你讲，你现在从刚八七，哎，八多少？888，867。867到873，现在加6，有几个人回你？1、2、3、4个，有四个回你，说他按了。对，哦，那就是有两个是永威哥哥的，有可能，确定不确定？嗯，哦，对，来，然后哪边可以丢啊？什么群呢、啊？1、2，啊，这边啊，那种几百年没开的群都开起来了。会啊，不会到几百年没开啊。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吗？嗯，时间我自己觉得多少有可能会影响啦。毕竟我要上下班。嗯，对，这会有一点影响。有可能现在一群人都在游戏里面。哦，正在厮杀的礼拜天打王，大概会打到2点吧？那一票，有一票会打到2点。他打什么游戏？打到2点、啊？剑侠跟山。就是不能讲的那个游戏，是不是？你可以去看查新闻就知道了，台湾新闻查这个就查到我说为什么我不能讲、哦。所以他们现在都玩那个连国外的，是不是？我们玩最大块版图的那个国家的。哦，原来是这样。新闻查，874了，874了。最后14个，还没有进到个位数啊！没事啊，只要你手机不怕没电，我跟你耗一整天都没事啊。你想不睡觉也不是我的问题啊。哇，那你这样，我可能要改成直播了。因为我早上6点才睡啊。不然这一集可能要播2个小时，然后看到干啥小组今天是2个小时。哎呀，那就不能。怪我啦，看一下这边，
喝一下。我觉得这个对我很不利耶、欸。怎么说？因为我前期帮你推很凶哎、欸。嗯。对啊，那现在能推真的。那你刚刚还挑战20个。我以为是挂掉电话开始，我可以去call人宣传之类的。对啊，你现在就在call人不是吗？我是说，我可以打电话去靠背这件事情。你现在也可以打电话啊。不行啊，赖成同时通话、啊。跟传那个啊。那个就不会有铃声响啊，就不会有那个问题。嗯。我说打电话他会接，然后传讯息他不会看。就传打电话会叮铃铃铃啊，传讯息搞不好人家进就什么都看不到呢。哦。合理。竟然刚前面开局那么漂亮，哎呀！没办法嘛，少时聊聊，大未必加。我现在小时聊聊，小时聊聊，我看你是去聊聊了，去，好去聊聊，去聊聊了。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吃人啊，很吃人是不是，妈的手机都帮你按订阅啊，真的也尽力了、嗯、我看看这还是你把那个家人的手机拿来按订阅也是可以，我都按过了啦，早就按了，早就按了，是不是，就说这个游戏我非常的吃亏、嗯、因为能做的我都先做完了，我都已经偷跑了，是不是，都帮你做完了、哦、有又加一又加一了， 你还是有朋友的，还是最后是永威的朋友，无所谓啦。那朋友能帮到你的都是好朋友。嗯。哇、哦，你后面有那个 Rising 的海报。哎、欸，对啊。嗯。要看吗？我自己裱框的。你自己裱框的？那框我自己做的。哦。对啊。那你海报哪来的？公司剩下的。哦。公司剩下的不来那个店那个便当吗？便当啊！被老板说杀。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反正在等嘛。嗯。我第一个工作印去面试的时候，印了一堆作品集，反正就很厚一点履历。后来主管翻了两页，说：“哎呦，会拍，那时候他就可以进来了。”之后我就看到我的履历被他拿来印便当，他只看了两次。嗯、一次是打东西，一次是面试，一次是打开说哦，这可以拿来垫便当，就这样子。笑，这就是我的故事，垫便当的故事。对啊，把你的做，那为什么要做那么久没有还你？没有，就是那时候在当兵嘛，我就马上做那个 A4 的决定，哦、去面试。嗯，对啊，然后就去，他就拿来垫便当。真的是，哎，是用875啊，还有13个，没事啦，跟你耗一整晚没有问题呀、啊。我跟你耗一整晚、啊，那不是我的问题呀、啊欸。我 ending 还没拍，我在努力呀、啊。你看，要这种东西，我换个。换一个，有没有看过这是什么？这叫扑浪，好吗？我这边也帮你丢，有没有看到？哦，所以你现在等收网的概念，我就一次丢很多啊，真的能丢尽量丢啊，开不同账号来丢啊，嗯。嗯
哦，又加一，又加一了。八七六，八七六。是没事。啊 ，FB 再丢一下，跟永威的好友应该没有重叠啦。我跟永威的好友没有重叠，除了公司啊，我 FB 有900多个好友，应该还可以啦。900多个，我就问有跟你互动的有几个？跟你说，这900多个就是真的还在互动，真的都会，还会看你东西。就是、这都是活人的状态，都是活人啊！因为我定期一个月会检查一次啊，没人没联络跟没账号都会删掉啊。我之所以会忙，都是这样子把自己忙死啊！我看你有900多个活人，那只要来一个100%，来个一半，我这边就过啦。对你一个人就把这个游戏结束掉了。可是你要考虑，这900多个，搞不好已经有些是原本案的。嗯，对，因为我已经帮推太多次了，我还给你看过聊天记录嘛，对不对？嗯、对吧？对，所以努力再努力，奋斗再奋斗。好，还是你可以直接跳级过关，对，把你没看你之前的那个心了，看舍哥心情啊，我再开一个东西给你看啊，你绝对不知道我到底帮你做些什么，傻笑，真的啊，我都默默的帮你做很多事啊，又加一又加一了，那是好人好事代表，没有错啊。找给你看了，我来看一下那是哪一个？是啊，这个我会丢走，找一下。来啊，这个再给你看看，看看下面这一行啊。日更的勇气比梁静茹还强的，我的 podcast 啊，我做 podcast。对啊，他然后这个人他也是部落格，他也在帮你写啊。他帮我写什么？我就帮你推出了这个。妈妈们可以看的啊，结果有记得之前我不跟你开写 blog， 就是因为他，他聊了之后，觉得哎，蛇哥好像跟小金可以做这件事情，对，他有帮你推过啊，我也帮你推啦，很屌，看看，没事的，来最后十一，哎，有人截图给我，说他按订阅是。对，哎，订阅什么歌？他叫什么歌？五哥，台哥，台哥，五哥，一些三教九流见不得台面的朋友啊。嗯，对，证明他有帮你是不是。哦，加一又加一，五哥加一是不是？哎呦，优秀优秀啊！你再一个你就破蛋，剩个位数了。又一个，真的又一个加一了，哇，你已经来到个位数了，九个了，没有问题啦。最后九，你是有叫他们说订阅之后按拍照回传是不是？没有，他们自己求的。我想说，他这样才会更相信说你现在在解任务。是啊，按就算了，就还要我拍照回传，没有问题啊。来看看这边有没有人回我、啊。哦，原来刚刚有地震啊，吓死我了！难怪鱼缸在咬。刚有地震？有啊。我没截图给你，一点感觉都没有。满满的地震，地震纹。
那么快啊？地震的时候不跑，然后在那打文章。围场我都会记录一下说，这次地震有多少人发地震文。嗯。一个 FB 没发出来。等一下 ,IG 先不发了， IG 还好。嗯。发什么都可以。对对，就是 FB 对，最后九个了。可以啊，没有问题啊，大家总要打游戏，打完游戏休息抽个烟，才有时间看讯息嘛，哦，对不对？跟女朋友谈情说爱也是要一个段落后才能啊，对啦，才能看手机嘛。嗯，还有点时间，让子弹飞回啊。三飞了，马上回我那种叫边缘人啊，虽然说谢谢他们，但是蛮可怜的啦。马上回你，对啊，剩下的都是一些外国频道，啊，外国的朋友就方便了。外国频道你传中文给他是不是？我是不就不传了，我这边有几个荷兰的水草同好，都在讨论水草的事情。水草同好。对啊，可以给你分享看一下。匈牙利啊 ，Grand Aqua， 一个匈牙利的水族讨论区。那你怎么看懂？翻译 Google 啊。所以那个若翻又很智障，翻出那一种。那就只能这样啊。如何学习新知识，都马上翻译。学技术都马上看英文 YT， 哪里看中文的？就尽量看这样。对啊，能学一点是一点啊。微信不能用啊，对岸锁油管啊，微信不能发。哦，他们可能要翻墙过来订阅。对，那个效益不高，效益不高。Twitter 还是哦，880啊，880啊，对，最后八个。888 OK 的，静听挑战88。我上个，这个企划还没开始前，好像在777的样子。我之前774跳775，大概花了一个礼拜，然后775跳776，差不多花一个礼拜，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776跳777也是花了一个礼拜。可是疫情的关系吧，有可能有人问我说：“为什么你的字你的字是虫？”我要解释，因为“蛤”这个字，什么意思？虫哦。对啊，我要解释，因为你用“蛤”这个字。哦，你就要再帮你转发就好了。刚有一个用这一招，哦，他打下去，哎，那个你刚刚看到那个有没有？就帮我发到你那边的群组，快快快快。他是用这样在拓点的啦。我内心跟内心的交流，这样拓点容易被唾弃。嗯，我要发给平常都在互动的人。嗯，这样才有真正的意义。嗯，我之前有给威力啊。嗯，我说威力刚生嘛，是不是？对啊，他生之前，我给他看这个，他觉得很屌，他也按订阅了。嗯，他觉得内容很屌，还是日更很屌？日更很屌，而且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小孩，对不对？我是三月的时候遇到他，嗯，还没生嘛？那时候快生了。对吧？如果他日更之，他生了之后，然后他觉得我日更，他觉得更屌。真的，他说他想试试看。我说你先看一下我这个。啊，你先再决定。对，生出来要日更，真的要很屌。没有问题啦。对，大概有两颗肝吧。哇，那两颗肝才够你烧啊。两颗我觉得可能还不够啊。可以，哎，有人开小账号按啊。哎，你现在
减，为什么会忽然减一变八八零八七九？不一定是我的啊，不能看我这边、啊，对不对？怎么会这样？有个人的账号被锁了啊，就数量刚好在这时候掉，不是因为刚好在跟我通话，就是我这边的人嘛，对不对？嗯，是这样，不是这样的啊，缘分，缘分。还是 YT 觉得我在那个，不太可能，数量太啊，数量太慢，真的有可能在洗的数量不会上那么慢，哦、不会上那么慢。对，像我有认识在帮人，这个不能说，等一下，这个也不能说，这个反正有认识在帮人家做这个数字的啦、嗯，啊，对对对对对，有钱多少都做得出来的。你又变八八零了，我觉得这应该是你朋友、哦。他可能刚按订阅，然后不然手按的退赞、退订阅这样。哦，现在又一个点，现在又一个点了。现在又一个点了。又有一个妹子点了。嗯。我看看还有谁可以按。哦，又回到八八零。刚刚居然给我跳回八七九。哦，最后八个。可能手滑。八个是吧？对，八个。哎，你要精选一下八个人。我在找，我哪八个人一定是还没点。哎呦，这边这几个废物搞的。你讲人家废物，然后叫人家帮你点、哦。真的是哦，这个现在在蓝谷啦，都要我帮忙挂网啦。嗯。就叫爱个赞没有问题啦。我原来是蓝谷的朋友，是不是？蓝谷现在有三四个都是我同学啊。嗯。蓝谷，什么星光娱乐城哪个那个？是哪个那个吧？忘记了。反正我不知道。对啊，就他们我朋友是在负责他的企划。嗯。他们打麻将那个嘛，对不对？对对对，跟星辰的那个。然后最近有找一些美亚在玩游戏的。你有很后悔接这通电话吗？那还好。可是他们以后看到视讯电话，他们都会考虑一下，你知道吗？其实我看不到是不是视讯电话、欸。为什么？因为我刚电脑开着在看 YT 嘛。嗯。那我这边的反应是有人打电话给我，我没看是、嗯，我会直接滑开，然后才会看到说哦是蛇哥这样子。那、哦、我看到才发现你开的视讯，我刚才拉远，你干嘛发现？开始很紧，我以为要停，就发现不适合的拉远。嗯，然后有时候 我自己的习惯是来了我会先接，我先不管是什么东西。嗯，对啊。嗯。嗯嗯。看看还有谁、啊？精选八个人就过关。精神。哇、哦，我看一看，这个。问一下他、啊，对，八个人，八个，对，所以你刚刚发的那些群组，你有看已读多少了吗？看一下啊，不然因为照理说，只要已读二十，你就过关了、啊。已读140，已读140，已读八。已读三十，那已读一百四那个群组是怎么回事？他们之前都订过了，都会不会订不知道嘛？但就是愿意帮忙的朋友嘛，好愿意帮忙的朋友，对啊，就是对他们好过啊，嗯。
有140，有30几的，有已读8的。我这边很多啊，还有一个已读78的。我已读78的，我们都没看。已读已经快300了。哎呀，我这边群组很多啊。已读快300，结果要。好，这个心灵，这个心灵群组我丢一下。心灵课程。哇，心灵课程群组这应该最喜欢按赞的。都是长辈啊。长辈就是我的目标群组吧，只是他们现在会不会都在睡觉？有可能。好，恭喜你又有人回应你了，881了。对，再7个。对 ，Lucky Seven， 最后七小福。等我几秒钟。只要你有7只手机，是不是？我戴耳机哦。对。我觉得这个也蛮有趣的，但是可以让我们检视一下。自己在朋友心目中的重要性，我觉得这个现在我不准，我这个早就先做过一次。哦，如果我还没做一次嘞，对，如果今天是第一次嘞，那我可能有把握抓到30次或50以上，这我不确定。可是我这已经做第2到第3次这件事情了，所以我不知道我现在还能拉到多少。你已经挤出14个，我已经觉得很屌。如果你一样这个动作，你已经做第3次、第4次，你还可以挤出14个。哦，我丢到一个心灵课程啊，开头都要谢各位师兄师姐好啊。到多少人？这边有90几个。90几个长辈啊，我是长辈啊。90几个长辈。对。永群跟你们说晚安。他们会说永群是谁、啊你可以发永群的 IG 给他们、啊、永群每天都会早安跟晚安哦。那是你啊，如果你的大头贴换成是永群可能会比较高兴，可是那些大头贴是你一样是舍得你背影嘛，对不对？对啊，那你就要点进去看啊。你刚长辈就那是永群的背影。有时候转换成长辈的心态就是，哎呦，你大头贴是个宝宝，他就觉得可爱，他才会念。那、啊、你不是的话，他干嘛看？或者是你是妹子？对啊，但你看了10个月就摆你的背影，每次谁要看一个棒子的背影，点进去有什么东西不知道吗？长辈要么看小朋友可爱的脸，是这样子。所以大头贴应该要换成永群的脸，这样才会吸引到长辈。然后我连志工群组我也发了，我被骂。志工群组为什么都是志工？我在做志工，我在做志工。做什么志工？动物的，流浪犬猫、收容所、中途之家的清理维护跟宣传。志工群组 po 这个，我早被骂。最近他们都在反，因为疫情很多地方的志工爱心妈妈跟爱心狗员比较很难得到帮助，有物资是不是？对，那他们其实都在讨论说谁在那一区大家集资或什么，他一个人去买去办。对，就先这样。那以前的整理的部分就会比较，现在就没办法，因为以前我们都会去割草，然后帮忙盖矫建筑物，清理洗狗、洗猫狗、剪毛这样子。对，所以这2个月比较麻烦。多分享，求订阅，还有谁？你看这很屌，这是历史性的一刻。这个以后上网看，都这些资料都在。很好，永泉会感动到死了。如果他有一天红得下来。不要忘记我们啊，我听得花一晚上在搞这个。你花了好一两年、好几年在做这件事情，就不是一个晚上。就为了那几个臭订阅，操！哎、欸，不要乱骂，骂了就走了。
那谢谢，要抱着感恩的心情。等一下不见了，你不要哭，我也会想哭，好吗？我们要抱着感恩的心情，感恩祈福，对啊，对对对。哎呀，时间也越来越晚了。哎呀，那票我打完了没有？我现在懒得开游戏放上去。所以你要进游戏去叫他们，对不对？哇，有点懒，真的不想开游戏。什么意思？你是不想下班，是不是？这不是，最近我们这边网络电脑断掉，所以一阵一阵的会卡，所以我上去就觉得很不顺。他说在修五天。上次挖断两条，气死！还有哪里啊？啊，对对对，我们以前篮球队的群组发一下好了。哇，还有篮球队？看我以前可是 HBL 的，好不好？不要这样。我们以前也是 HBL 的，你哪一间的？我和平的，和平高中。和平高中。对啊，历史最佳是什么？什么历史最佳？成绩啊，前八强而已。不不，靠！你说你以前打 HBL， 林老师 HBL 有几百个高中？我打甲，他甲组乙组啊，我甲三的、啊。哦，对啊，我以前练球的、啊。嗯，那为什么后来不打？体育没前途，太黑了。哦，你发现没有前途就不打了。我爸就直棒的、啊，他就说玩玩就好，不要走。哦，太黑了啦，这个不适合在这边讲。嗯，对啊。你到底有哪些是可以讲？我就说我八卦太多了哦。每次开个头之后，然后都不能讲。好好好，来讲体育这个。没有，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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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吗？来，要讲什么吗？你赶快七个，快点快点。我在找嘛，我在找嘛。什么弄啊？在找嘛。然后找个妹子睡了没？直接 call 了是不是。直接 call 了，我可以实况给你。我妹子睡了。那就不要讲睡没？对啊，那你就精选七个，这样单打就好了，不就过了？前提是要先有人回我，嗯，懂吗？有些真的精选选到了，还是睡了。我看看还有谁啊？哦，有了，恭喜你，你又加一了。好了，不知道，谢谢谢谢谢谢按赞的朋友们啊，谢谢谢谢。对，剩六个。可以啊，对，没有问题。如果这个妹子有理你的话，就剩五个。他再不理我试试看，妈凌晨跑到我家楼下说喝酒，干，很揍他。还是他现在正在去你家的路上？不行不行不行。啊，前刚才前阵子失恋啦、啊，可以接受啦、啊，住我家附近而已。嗯，现在会生气。看看，哦，又加一哦，又加一，你忽然回光返照嘞。可以可以可以，打完游戏上完厕所就是看个手机了，没有问题。你回到一开始的那个场景。还有这个场。我叫姐姐多久？什么意思？你们在交易是不是？这位是做演唱会场景布置的，嗯，就是活动现场的。那上次跟他聊这个，就是台哥，我们 Google 那个，嗯，就是他是 leader， 然后刚好是我以前的朋友，到现场我才发现，嗯，对对对，那时候讲到在找台哥吧，嗯，对吧？台哥分白家分开了，那时候2018年的事情啊，哇，2018年，对啊，就 Google 那时候啊，当时还是我跟你单独两个人去的，永威那时候睡过头，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你说哪一场啊？有一场我跟你在花博，嗯，然后还是拿200拍的时候，然后有去拍他们休息室跟场 C 啊，我想起来，我想起来，那个女生，哦，对对对，对，然后有回睡过头那一次，哦，对对对，那一次在花博，对，对，就是她，就是那个女生，哦，我带水，好吧，我来找找。没有啊，你连结可以贴上去，你又不贴上去嘞？我哎，真心对真心，不要这样像广告。哦，然后他明天要再交，他明天回你的时候，你再贴，是不是？对，要正式交谈，这样子才有传达到心意。你一次丢啊，大家都觉得你钓鱼讯息啊，这就没有心了，好吗？我们要有心。哦、OK OK， 好，那请你找到五位有心人，好不好？对啊，不然完成你就是要有心，这样梅亚才听得到。嗯、不能钓鱼讯息，每个都问有没有空，嗯、假的，嗯、活该单身狗一辈子。对，最后五个，可以，我知道看。哎呀，弃儿，弃儿，弃儿是什么意思？我以前一个40几岁的大哥喝酒认识的，嗯、后来玩摄影，玩到现在在拍 JKF 了，我真的觉得很强。拍 JKF 是哇，拍 JKF 跟 JBID 啊！你刚忽然进两个，你知道吗？883跳885嘞，就说有人在打电动嘛，对不对？哦、你尾、欸、又变884了，干你老师是怎样？欸、没关系，卡住。哎、欸，为什么你的都会这样？没事，没事，没事，这都没事的。有人愿意按，我们就要感谢他。为什么你的都会加一减一，加一减一？有可能因为他们不想要本人的账号去按，是用小账号按。嗯，对对对，这都是有可能的。哦，又变885了，就可能不小心按了两次，滑鼠太快，单身30年的手速按了两下太快了、哦、等他一点时间。好的好的，来来来，给最后三个交心的朋友。三个可以啦，我家快没朋友了，都讲完了。看看。我就大概有50%的订阅是靠你。哎呦，不敢，没那么多，30还有可能，50真的不太可能。我连我之前拍婚摄的新娘我都有丢，哎、欸，你们要生吗？参考一下。最近有计划的时候，我朋友在拍，你看一下。对，看完再决定要不要生。对对对，没有不好。让你有个心理准备，要花多少钱不知道，看这一支就知道了。对，对不对？这个、如果你想要住，目前啊，如果扣掉那个叫什么月中心15万不算的话，嗯，对，应该算蛮省的，在养，应该这么说。对啊，我说就是个基本开销，先看一下。对，对、哦。你看现在已经来到28万嘛，28万，然后你扣掉那个15万的月中心，13万，然后现在差不多16个月。其实我真的觉得可以再加个东西，只是我不确定啦，能不能接受，就是费用会变成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一代来讲，大多都是租房子、嗯、或者是要背房贷，那这个东西要不要也算进去？嗯，对啊，就是会，我觉得会更现实一点，但这个能不能做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可是那个就跟小孩无关啊，对啊，因为有些人新婚，有些人是租房子，有些人是、哦、自己买房子，或有些人是爸妈的房子，那根本就不用钱啊。我觉得这会归类在，可以归类在新婚生活啦，嗯，就从结婚后开始有小孩后花费，那要不要把房租计算，这是另外一回事。嗯，因为要的话，我的做法会变成搞不好把这个房租除以3，其中一份变小朋友的。嗯，对啊，那他也算嘛。但这比较多啦，我忽然想到说这样子会更现实一点。有啊，我那时候想，你如果这要算，就真的算不完了。你水电瓦是什么鬼的，对吧、啊？对啊。所以你看，我算他的钱，我也算比较容易，他就是吃嘛。对，就是奶粉里面那个，对啊。药、尿布就这样。其实我也只是大概啦，就是以他生活所需为主。嗯。好，恭喜你又获得一位交心的朋友了。谢谢谢谢，哎呦。你现在只剩两位，
澳洲回来的妹子。哦，她醒了是不是？不知道。不是啊，在你刚不是在你家楼下要找你喝酒那个？哦，那另外一个，那这个是澳洲回来的妹子。嗯。所以在你家楼下那个还没醒？还没醒。还没醒。对，哎呀，我看一下有没有回我。哎呀，哎呀，又是我那一票猪，很狗友啊。怎么了？再给各位看一下，又传讯息说已订阅啊，已订阅、啊。打完电动了，对不对？对，这是群主还是一人一定位？群主啊，群主啊。哦，那应该会群主存在六面的、啊，对啊。对，我在稍微管点事，一人一订阅，救救我，帮助我。哦，是一群好朋友啊。嗯。我大学的群主创到现在啊，500个人呢、啊，满满的。你丢了一个500人，我还会出来吃。500人的群组啊，完了，他们可能真的之前都已经订阅过我喽。哦，丢这个群组，我宣传三四次了。嗯。然后有在里面不小心被认出来，在木曜工作。哦。就说你是 case 是木曜那个 case， 我说拜托低调低调，低调低调，低调再低调，而现在丢。现在丢了这个之后就无法低调了，没关系啊，没有问题啦，能帮助到蛇哥的不是问题啊。看还有谁啊？报告最后两个，哎呀，好朋友，刚有活人是不是 ？Key 哥粉 ，Key 哥粉是意思 ？Key 的粉丝的。我一个妹妹，嗯，偶尔反正偶尔你会拍 baby 跟丽玲吗？偶尔会有 key 的背景好，我有 key 的什么？的背景背影。谁啊？那我们说还有谁？嗯，好、哦，这个妹子好久没联络，联络一下。哎、欸，经理来到最后一位了。可以啊，等一下就超过去了。目前是887，是那个妹子吗？我看一下，现在应该没有，都还是那个群组的，应该都还是那个群组。他没有回传的，对啊，可能都在睡了吧？现在，有蛮多都是这个产业的，我现在的朋友蛮多都是这个产业。哦，我们已经快一个小时了。哎呦，这么强是不是？对，没有问题啊，陪你玩到早上6点。可是以20个来说，这个时间是 OK 的。嗯，对，刚刚有一个哥好像也花了快40分钟的样子。可以啊，差不多，真的差不多啊。这个以这个时间来讲。你这个时间，然后再加上你推广的次数，嗯，已经算很厉害。努力，再努力，奋斗，再奋斗。嗯，哦，太多人跑去大陆了。哦，都在大陆是不是？就我真蛮多的，就反正都这一行的嘛，都去那边了。嗯，就是需要翻墙回来的意思。就有点偶尔才会聊啦。我都是用微信聊，看一下那边的生态等等。潜、嗯、水的群组先不要。其实你这样已经是过关了，因为888那个加一是 bonus， 对不对？对啊，多的没事，就陪你玩到888。888都小事情。888那还差。112，嗯，哇，那下面两位会很吃力哦。就加油喽！
就加油是不是？他们两位要分112对，一个人要多少？56啊，56哎、欸，嗯，这个真的是没那么简单呐、啊。嗯，50就好了。50，你要他一个小时内50吗？哎、欸，说不定人家有这个本事啊，对不对？没有没有，不行，就是有点难了、啊。我相信可以的。觉得有点硬，是不是？对，你跟我说一加一等于五，我都说你是对的。德国的人现在睡醒了没有？哎，早上，哎，我不找他，英国。朋友，最后一位真心的朋友，会是谁呢？努力找人。最后一位幸运人，真的，究竟是谁会得到这最后的名额呢？听到过了，哎呀，有没有？谢谢大家，谢谢大家，888，大家辛苦了，大家辛苦，感谢青青桑啊，增加了21订阅啊，感恩啊，努力努力再努力，能帮忙更好。好的好的，青色他们应该颁个奖牌给你，没有问题、啊。嗯，好，谢谢、啊。之后两位要再加油了。好的。之后就靠我们自己了，没有错。好，拜拜。